那鱼挂机了，说平没接说 A 接中风，接平 A， 接平 A 吃药，接平 A， 接平 A 接戳，闪现戳接点炎，戳一刀。那鱼没挂机，那鱼去拉屎去了。一过来平 A， 一 Q 二链接平 A， 接平 A 一过来 A 接扎一走，一过来。我还在寻找中风，回家了。不带药行不行啊？也行吧。一开始是谁死了？拉克斯死了，拉克斯。鳄鱼也不太行啊，这鳄鱼，鳄鱼中路如果起不到压制效果吧，就没什么用。先插个眼来，扎一刀，一上来扎一刀，一上来再扎一刀，一上来，这扎一刀失去快乐，一走，一回来平 A， 一 Q 二链给我交闪现。平 A 一走，扎一刀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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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中风，谢谢王大娘打小孩，中风，怎么眼儿掉出来了呢？中风，我扎，中风一死一走，扎，潇洒，算了，这是没到五分钟，你拉倒。每到五分钟拆不了，如遇赴死易如反掌。我感觉我应该先出那死刑宣告，先出个繁星的提醒，再来个盾弓。树叶的一生只是为了归根吗？还有九分钟结束游戏，哎呀，九分钟没到就拉倒呗，多大点事儿呢？那就等一等，扎一刀，再扎，一过来一 Q 二链平 A 一走，一上来扎一刀，一过来接扎一刀一走，接中风。我甩的他一愣一愣的，看着没有？中风，戳一下，一 Q 二裂，一走，哎呦我操，吓死我了！这一 Q 二裂怎么失败了呢？中风，小王八。戳一刀，平 A 点炎，怎么了？
忙吧，怎么的忙吧，搓一下。吃个塔皮，不吃了，走了。王八来了，快走！这小王八，先来个小黄叉。以前啊，设计师比较喜欢红色的，让我们出红叉，现在让我们出绿色的。出绿叉，你就明白了啊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一扣耳链，平 A 抓一刀 ，A 一下，一扣耳链 ，A 一戳一刀。再戳，别吃毒啊！中风。其实我刚才想再 eat 一下，再接大的，接慢了，稍微有点。我一走，接闪现，中风。一过来，戳一刀 ，W 就接戳。给我嘲讽住了，要不然这波接个大招，我估计能杀一个，接不出来。这玩意儿控制太多了，那王八，那王八有点扛他，我的王八大不出来，那王八给我嘲讽了，大个屁呀！刚才那边没有双杀，我不能接受。插个眼儿。中风，扎一刀，再扎，中风，扎一刀，再扎，扎一刀，再扎，一出耳链，平 A， 平 A 接中风，接点炎，接大招，接扎。又是这王八，咋那么讨人厌呢？这王八啊！我不扎你的龟头，我扎！呀呀呀呀呀呀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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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错了哥啊！回家。什么头？王八头。来攻速吧！呀，你把王八杀了，可以！讨厌呢，这王八！这个故事没有完结。大影魔刀，这把出振奋，一扣耳链，一过来，一扣耳链，接中风。戳一刀平 A， 一过来 A 接扎，接平 A， 接中风，接平 A， 接大招，接戳，接平 A， 一回来戳一刀，接中风，我吃塔皮，嗯，啊，我看见了，这把
发达了，中风。灭亡之路，蛇来了，蛇，蛇应该去下路了吧？赶紧拆啊！队友已经顶不住了，快拆！这炼金人去哪了？中风！中风！你要干什么 ？A 接戳，接中风，看有没有蓝 buff。没有，打个蛤蟆。你要干啥呀？你要用你的那个泥巴给我蛤蟆抢了？带个扫描。但泥巴上能回城吗？能，应该可以回城。他只是不能用位移技能，那回城属于瞬移技能。风墙能不能打？我不知道，没试过呀。看来不可以。我的炮车，快拆啊！娃娃不来，我们赶紧拆。中风，戳一下，中风，一 Q 耳裂，来人了，蛇女儿啊，蛇女儿我怕她吗？蛇女儿，我想问一下亚索，风墙能不能挡蛇女儿大？先打个峡谷先锋。不能，那就不行。我就把红也打了吧，然后顺便回家，回家下一波我们整顿一波，然后我们再来推来。这波没整顿，你知道吗？我得赶紧回家，先把盾弓出了。我是出错了吗？啊？我操！我出八七五了，那算了吧，出错了，我们将错就错。我就直接海妖了，我也不出盾弓了。不能一错再错，这错了就错了吧，错了就出个海妖，虚区更高一点。中风。
看高地，他们下路打得挺嗨呀，拖 A 平 A 拖 EA 一 Q 耳链一回来接大招戳一下，戳一刀，再给我创一头，想抱我回去，中风给我。这不双峰，刚才双峰不太好，双峰啊，这玩吧，女警暴击，暴击一枪500多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女警的虚区有点高，女警装备应该不错，两件套跟我装备差不多，来个无尽吧，小影魔刀够了，不用大影魔刀，加点魔抗收了，没事，这边上路推完我们去推下去。哇，拉克斯啊，这是辅助拉克斯吗？辅助拉克斯这么猛，可以啊，拉克斯回首往西进一步，把小龙打了，下路塔又没了，龙欲赴死不反掌，闪平 A， 平 A W 一 Q 耳链一回来 A 接中风，啊！女警没中风，我在干什么？我在想双杀呀！刚才这波大完女警，直接戳死女警，回头再杀蛇女儿，因为我们能扛住蛇女儿的虚区，但是我们扛不住女警的虚区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先假装打着蛇，但其实我们是要打女警，但是失败了，风没中到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没中风。还得出无尽，无尽的虚区高。下一波慢一点吧，不能这么快了。对面来两个人，我们先撤一手，要不然这么推推不下来。队友打赢了，可以啊。那我们继续推下，队友推中，上路对面已经破了。破完一个上路，对面就必须得有一个人去守塔。换戳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拆肩半的。我一1900，不行了，钱不够了。不是好不好意的问题了，我是没地方意了，我那意让那碗豪给我打断了，那没办法意出去了，意不出去了，算了，随便意吧。
不要在意这些小细节。中塔没拆掉啊，上路要活了怎么办？跳弹，这鳄鱼，鳄鱼有点憨的，右边有人，右边碗猴啊啊，但他有意。没事，我们继续带。对面打大龙了，那赶紧去呀、啊！哟，我操！飘呢？啊，飘呢？快跑啊！那王八来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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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王八武术还跑得可快了，有点扛他我们这王八，这王八可太克我们了。回家无尽，我有出个水银嘛？出个水银加上一个影魔刀，小龙我到了，又是辅助单杀 ADC 吗？啊，我挡一手，戳一刀，解戳一刀，接中风，吼吼！我靠，这腹地，哎呀，这嘲讽，控制太多了，不行了，我得来个小水银了。为什么不开大？因为开不出来。腹地不让开大，然后被王八嘲讽了，也不让开大，明白了吗？对面这个阵容我不太好发挥呀、啊。双腹地加双毒加王八，不太好搞，我们得打波团战了。先别上啊，先别上，先别上。对面这两个，这碗猴不是辅助，这碗猴，这碗猴是上单。给我中风！还行，挡不了。闪！一扣耳链，一过来，一扣耳链，一扣耳链，漂亮！中风，接大招，接死亡，人真他娘的多！一扣耳链，一回来，我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后边人都没了呢，都死光了，这家伙！感觉我们家也打不过对面，怎么办呢？他正面团他也团不赢啊，太幼了。换个盾弓，现在换装备就属于二 B， 不能换装备。现在把自己的经济给他拖一手是有毛病，这只能卖2300，盾弓3000，亏1000来块钱，不行啊！除非我把水银做完了，那行。
水银多少钱？嗯，要不来个水银屋能好点。先别打啊，先别打。啊，好，多一些啊！别打啊，别打，别打！哎呦，我漂亮，但不着急上啊。这鳄鱼怎么少个人啊？鳄鱼，鳄鱼跟不上啊！鳄鱼中风，这，哎呀，这这腹地呀、啊！哎呀，这腹地呀、啊！我操，全是腹地呀、啊！你别上啊！少个人上个屁呀、啊！这。一波应该是不能啊、哦、双腹地应该怎么办？大龙换装没啊？换这个试试看吧，看大龙打不打，快点的。我发现这正面团确实是打不过，实在不行我们不行带吧。这王八怎么觉得自己是无敌了是吧？这王八啊，我打大龙，王八死了不打大龙，兄弟们立功，中风，快点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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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人啊，来人打人，先把这河蟹打了啊！那不用打人了，这打没了，这啊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玩吧，其实并没有多肉。先帮他们杀王吧，然后风墙放一手。等一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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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会儿啊！鳄鱼回家了，鳄鱼，我操，这完了呀，这怎么干上了呀？中风，先杀前排，闪一手啊！打不稳定，我戳一下，一回来，先一 Q 耳链，平 A 平 A 戳一刀，平 A， 他们把后排杀了，还行啊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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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两个谁他妈盯着我杀，我杀不过他们，我打不过他们，可恶啊，简直是可恶！出个春哥，最后来个春哥，
完了，这鳄鱼啊，千万别跟鳄鱼走啊，千万别跟鳄鱼走啊，鳄鱼就是俺们家最大的克星，这鳄鱼。你们走吧，那你看着没，谁跟鳄鱼走谁死啊，我跟你说，谁跟鳄鱼走谁死啊，别跟鳄鱼走，那鳄鱼像有病似的，回回那鳄鱼，谁跟鳄鱼走谁死，还不打地形啊，不打地形，哎呦我操，又是在腹地戳一下，一 Q 耳裂，致命点烟接大招戳一下，水银解掉接死亡。拉克斯也死，你看那鳄鱼没有，该上不上，不该上瞎鸡巴上。这回鳄鱼跑了还可以啊，鱼姐在点塔呢，行吧，下一把吧。鳄鱼最后居然没死，这鳄鱼害人精啊，这鳄鱼给大家结个账啊。